文化置业基金会，简称生命基金会。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让具教化的节目传进孩子的身口意，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常相左右，处处关照。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我们今天念这个放生鱼鬼，不是光光就是当这个动物，过去我们也吃了很多鱼跟肉，所以今天要向他们忏悔。除了忏悔，来现在一人发三片吐司面包。佛教有一个方法，那个用这个吐司面包呢捏成自己的身体一样，然后呢用过去我们吃鱼，现在我们给他吃，这个意思啦。
我们捏得紧紧的，他们放下去也沉下去，布施给这些众生。那各位这个时候请翻到48页，我们叫替身仪轨。希望各位今天懂得放生以后，将来尽量不要杀生吃肉，好不好，怎么捏呢？就看前面，这个面包你给它弄直直的以后，卷直直以后，五根手指头压下去，压上面有你的手印，前面捏三角形变成你的头，底下扁扁的变成你的脚，像观想，这个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这样好不好啊，做多一点，做至少三块，如果等一下面包有多，替你的爸爸做一块，替你的先生做一块，替你的儿子做一块，布施给鱼吃，等于消除我们过去杀生吃肉的业障，不容易生病，还债，等于捏三块，水陆空众生你都布施了。各位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这个方法，我们以前天天吃饭都会捏一团布施，然后呢这叫替身呢，消除身体。如果你生病，这个方法最快，捏一捏碰一碰，捏一捏碰碰，布施掉。48页第一开始是开光咒嗡阿哄，就让这个变成你一样，有你的身口意，来念一下嗡阿哄嗡阿哄嗡阿哄。然后呢吃了百千万亿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变成百千万亿，变异咒就变成很多很多，跟着念一遍，来嗡桑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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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玛拉萨拉波玛拉萨拉玛哈藏巴巴玛哈藏巴巴哄哄帕德说哈帕德说哈变很多，观想我们变了70亿个身体，这样再来辨识咒，我们的身体化成甘露，给他吃，让他们吃到得解脱。来那么那么萨尔瓦萨尔瓦丹达格达丹达格达阿瓦卢给德阿瓦卢给德哄哄桑巴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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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哄，然后视如来，让他们得佛加持，脱离三恶道。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色，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好，念替身给跟在你身体的附近的、障碍你的，甚至制造车祸的、制造自杀的、制造精神病的，叫大力鬼众，都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不会再找你麻烦啦。所以这样念一下，来，我具众妙欲替身时，具众妙欲水中时。因为今天我们不用烧的，是要给水，所以念水中时。如果你平常用烧的，就念烧时供。来，于此漂游居住之，希求贪恋损恼者，各种身相骗寻觅。于此一切魔故众，回向令喜获满足，苦难为缘诸迷乱，愿解脱于大乐界，大力鬼众速速取，欲望贪执与恋着，意念爱染意乐处，愿获释然及解脱。现在要念阿，阿代表从空性里面变成很多，比如说你的父亲心脏不好，然后我放在我心脏，阿，从空性里面化成无量无边，然后替父亲还心脏，然后他心脏里面冤亲债主就附到这边来，然后再还给他吃，希望他很快好起来。所以哪里病就放哪里，特别父母，然后头上不要放，这边不要放，不要放，除非你现在要去极乐世界了，那边不能放。其他的哪里痛放哪里，或是你这边一定要放，嘴巴吃太多了，肚子是动物的坟墓啊，所以希望身上没有这些鬼神冤亲债主动物的亡魂啊，代表无量无边。好，开始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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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医生说你哪里有问题，多放一下啊，希望宵夜冤亲债主不住在你身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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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盒子，各位把它丢下去，不要摸到别人的。你摸到别人，他的痛苦跑到你身上去。你现在在这边了，好，来拿个盒子，都会丢进去，然后他们要跟着鱼，好不好？啊，除了放他的命，又布施给他甘露食物吃，啊，这样最慈悲啦。以后各位注意，医生说，哎呦，你胃里面有可能有一个肉息肉，可能会变癌细胞，你就每天这样做一做，很快的，啊，他就慢慢缩小到不见了，啊。如果你先生喜欢吃肉，你拿这个给那个动物吃，喜欢吃鸡鸭的，拿这个给鸟吃，就是偿还业债啊。佛教的一个方法，但是最主要是学释迦牟尼佛。佛陀过去累世累生用他的身体跟众生结缘啊，所以佛陀后来成佛啦，除了资粮圆满，又能够度对方，这是佛教的一个方法。我们不光放这边海鲜，在马来西亚还放大十只水牛、十只羊。7月1号在斯里兰卡救了103只的牛啊。然后我们在台湾有办一个千场放生，所以在台湾、香港、广州放了各种的物命，所以啊，以这种啊所有放生、护生、物命的功德都来融入法会里面啊。我们也要忏悔啦，过去我们杀他吃他，现在我们忏悔啦，不杀了，我们还放生，超度他啊。愿所有往生者，我们的未皈依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堕胎胎儿都皈依三宝，所有往生的动物、放生的物命都能够皈依三宝。所以各位来，现在请起立，大家面对后面、外面啊，观想这些所有动物、所有亡魂啊、所有往生牌位，各位要这样观想无量无边啊。就像你站在很高的山上，然后所有的物命都像小蚂蚁，无量无边，愿他们都皈依三宝，升起这个悲心，愿他们的法号在法云禅寺得受皈依。好，大家请坐，再来为他们说法。生命会生老病死，因为有个无名我执，才会有造作，才会有杂染意识，才来投胎，然后才有六根，才会接触，就有感受，感受就会爱，爱就会执着，执着就会轮回，轮回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所以佛陀过去也做流水长者指挥呢，因为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我去放生啊，结果那些虾子鱼死掉了怎么办？因为佛陀在经典说，他过去也曾经这样去救了1万多只的鱼，结果隔天他们全部死掉了。但是他们在死之前，他为他念了十二因缘法，念了七佛如来名号、宝髻如来。虽然他们死了，个个升天了，所以当天整个国家降下那个天花啊，这个流水长者指的睡觉的旁边呢，更是那个都是双珠的满他的床。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救那些鱼，虽然鱼都死了，那是因为他们听闻了十二因缘法、宝髻如来名号，个个升天，整个国家吉祥啊。所以各位，我们虽然放生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人家会障碍、会批评，但是各位还是要勇敢去做，好不好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救国救世的，对不对？救众生的，所以啊，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佛陀在菩萨戒说，我们只要看到一只动物，哪怕一只鸟，都要劝他发菩提心。叫做汝等应发菩提心，要这样念，受三归十戒，替他受了菩萨戒一样。因为有情众生，只要他有意识，狗啊、猫啊，甚至看不见的鬼都有意识分别的，有意识的都可以受菩萨戒啊，就是愿他们都发起佛的菩提心了。那各位呢，如果你跟他念，就算他不发菩提心，也种下了一个脱离三恶道的因呢。啊，因为三宝的加持，这些动物一听闻了，就像梁武帝。梁武帝以前是一只蚯蚓呐、啊，老和尚讲妙法莲华经，这蚯蚓游过来，他就听到经典了。啊，结果呢，小和尚在玩席杖，拿起来放下去，就把那蚯蚓给压死了。结果蚯蚓死以后，就投胎脱离蚯蚓，变成一个贫穷人。这个贫穷人就是个农夫啊，农夫每天要去砍柴啊，因为没钱来卖啊。又有一天下大雨，他躲在树下，这个蚯蚓来投胎这个农夫啊，结果
他在躲雨的时候，哎，前面有一尊佛像，古时候的旧佛像被淋雨，他自己不好意思，哎呀，那个佛像在淋雨，我躲雨不好意思，所以他就把斗笠拿下来，又盖在那个佛像上面，哎呀，佛啊，我布施你斗笠啊，希望你不要淋雨。那后来这个农夫投胎做谁啊？梁武帝啊，所以梁武帝因为布施帽子、斗笠供养佛像，就做一世皇帝，还出家七次。所以各位，蚯蚓变穷人，穷人变皇帝，简不简单啊？嗯、啊，所以众三宝是不可思议，光看到佛像就不可思议了，何况各位为他们念佛，所以各位要这样发愿，希望他们都一起发菩提心，好不好啊？但是比较痛苦的是，你叫人家发菩提心，你又不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哦，牛肉好好吃，哦，鸡肉也很好啊，那你们怎么骗人呢、啊？那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结果你还一直起烦恼啊、所以各位这样就不对了，我们自己发愿，我们才有力量引导他们发愿啊。所以各位也发个善愿，从今天一直到近未来际，一直到成佛，我们都不要杀生，好不好？哦，太好了，世界就改变了。佛陀说一天不杀生，只要一天，生生世世不会碰到战争，都不会啊。所以各位，那何况各位发的愿，从今天一直到成佛都不杀生了，那不得了了，这个就变成一个菩萨，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进一步各位，哎，我要问一下，已经没有在吃肉了，已经吃素了，举手。哦，太好了，那还有好多个还没有呢。各位多放一点你就会慈悲了啊。但是有人问我说，不行诶，我放鱼我就不能吃鱼诶，所以我不敢放。错了，就是因为你爱吃鱼，所以多放鱼，才可以消除你吃鱼的恶业，对不对？那你放久了，你就升起一个悲心，慢慢你就看到它就不想吃了。因为佛经说众生都是过去的爸爸妈妈啊，吃它杀它就在杀父母，就在吃父母的肉啊。所以佛陀还要我们呢、啊，要普度众生，因为众生都是父母啊。所以各位有这个了解，那各位很有福报啊，又能够当尝到法云禅师，能够接触大乘的佛教，那各位呢，我看还是不要吃肉好了，嗯、好不好？啊，那你会广结善缘啊，长寿无病啊，功德无量啊，因为慈悲的功德太大了。但是吃素能不能吃鸡蛋鸭蛋？不行，你不能在这边讨价还价，他没有交配啊。啊，因为母鸡很痛苦啊，一只母鸡一年至少要产300个蛋。一年啊，不断的给他打针，不断的打针。然后呢，他身上他那个母鸡到后来那个骨头一碰就裂开。为什么？因为我们救了很多种母鸡，因为他身上的钙都没有了。啊，妈妈生一个小孩就像失去身上很多钙质了。所以他的整个都很虚弱，然后生了差不多一年多就把它做饲料给杀掉了，然后生出来的小公鸡没有经济价值，马上就杀掉，马上就杀掉，为了要人类大量吃鸡蛋了、啊、所以吃鸡蛋不慈悲，就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各位所以发个愿，从今天一直到成佛，准备好了没？都不吃肉，好不好？哎，所以你下辈子就会投胎一个吃素的妈妈肚子里面，去极乐世界再来，甚至你妈没吃素，你一投在她肚子里面，妈妈就吃不下肉。有没有这种小孩？很多，胎里素，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佛陀说吃素的人生生世世生在一个自由富贵有智慧的家庭，这个很重要啊。你吃素的人，你自然就生在那种家庭跟环境啊，所以我们大乘佛教的重点就这三个，念一下：念佛、诵经、吃素，就是这三个了。念佛代表要成佛的菩提心，诵经要追求智慧，吃素代表慈悲。啊，这三个是我们修行的重点，就是要发菩提心，要有智慧，要慈悲。啊，那慈悲是最重要的。啊，佛陀说修慈悲心，等于所有的佛法你都学到了。让慈悲要表现在嘴巴上面，
对不对？佛陀说，而且吃肉的人连种子都没有，不要说有慈悲心，连慈悲心的种子都没有啊！啊，那我们就不像大乘佛教。啊、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就没有力量超度了，了解吗？啊，如果你要妈妈健康，你要超度祖先，那你一吃素，力量就很大啊。所以希望大家既然懂得放生，放生是功，吃素是德，哎，这样才有功德嘛。啊，你虽然放生，结果你又吃肉，就像那个碗破掉一样，功德流失了。啊，所以吃素跟放生是一体两面的。啊，那这样呢，健康。然后各位呢，慢慢影响家里的人，慢慢的影响他们。我们希望杀生呢，不要再杀生。不信因果的要信因果，更愿大家修行的没障碍，而且要回向给消灾者延寿，往生者超度。再来，为什么要念观音说 Om Mani Padme Hum？ 这六个字啊，代表所有诸佛菩萨的慈悲心合起来的力量，力量大不大？大。然后念诸佛菩萨的六个字，大悲心的力量，就可以把众生的六个门关起来，让他不下地狱，让他不做恶鬼，让他不会投胎畜生，让他不投胎做人。你会觉得为什么不投胎做人？让他不升天，为什么？六道门都给他关起来，只有一道门让他去，去哪里？极乐世界。所以叫 Om Mani Padme Hum， 就关闭六道轮回门，消除六种烦恼毒，让他六根清净，让他六波罗蜜圆满，然后呢各个成佛。所以念观音心咒，重点重不重要啊？等一下个人要发一个饼干，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这个饼干还有一瓶水，现在边念也发给大家。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啊，要用这个水啊替他们供佛，因为用一杯清净水供佛，回向给动物啊，特别海鲜水产马上升天啊，回向给孤魂野鬼，他也马上升天离开饥渴。所以一杯水功德很大，一杯水替他们供佛，回向给人类，可以等于念了100万遍的阿弥陀佛，等于念了100万遍的财神咒啊，所以水变成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了。所以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供养，供养完以后呢，等一下会走到外面把这个水洒一半出去，好不好啊？洒在地上哦，充满甘露啊，然后会拿一块饼干放在中间那个炉，那个炉就化成妙意云，最香的食物也布施给他，因为动物就是要吃啊，啊，让他吃有水，为他念佛，帮他超度，好不好啊？希望今天我们做的功德，能够把这个加州北加州地区所有死掉的亡魂动物给超度了，好不好？做得到做不到？简单，只要你有悲心啊，这个力量很大啊，所以一人发一瓶水，那给一块饼干啊，这个饼干呢要化为甘露给他们吃，因为动物就是要吃东西啊，啊，然后现在呢用食物给它香香的，好不好啊？今天素食 BBQ 啊，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有水有食物啊，这个大超度。今天我们是水陆大法会，水陆空。因为既然要超度啊，我们就要超度所有的。佛教里面讲来，念一下，一即一切，无有分别啊！各位要做到如此，好不好？这个才叫发大心，发菩提心啊！饼干最好是加牛奶、奶油的那一种，一放下去哦，哦，然后它就会很香啊！马上隔壁都以为你们在烤面包，要来买啊啊！卖面包的一定要弄得很香。人家走过去就想要进来吃啊，对不对？制造这个香味啊。好，现在念六字大明咒，各位拿一瓶水，还有饼干来，然后观想啊，他们六道脱离轮回来。Om Mani Padme Hum。
位把水拿起来跟我念啊，哎，瓶盖要打开啊，念一下来。水有八德，水有八德，供养十方，供养十方，消除恶业，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六道清凉，恶鬼升天，恶鬼升天，水产离苦，水产离苦，众生消业，众生消业，得大福报，得大福报，然后滴几滴出去，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请翻到50页。我们又把这个水又请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加持一下，让这个水变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念阳之净水站，用嘴巴念就好了。来，一起念50页，来，阳之净水遍洒三千。信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真言，灭罪消仙，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地滴几滴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请翻到第5页。这个水的加持的寄语跟咒语很多种，念大悲咒、药师咒、念发财咒，哇，都可以加持水，念准提咒。所以各位，水太好用了啊！第5页，我们念这个涂油，把这个水观想成最香的啊，所以念一下来：泉源滴滴，湖海汪洋，洋之洒处遍十方。点出遍穷江，普世无方，心地得清凉。嗡啊吽！再来念一个白财神咒，这个白财神就用水来利益众生。请翻到86页。我今天把我通通知道通交给各位了，以后各位要自己修了，告诉别人了。86页。86位叫白财神，这里面有个故事啊。以前有一位大成就者叫阿底峡，他去朝五台山，是吧？结果呢，他朝山的过程看到也另外一个出家人没有东西吃，又生病快死了。阿底峡就很慈悲，拿个刀啊割自己的大腿肉先给他吃，不让他饿死。结果大腿肉一割啊，哇，观音菩萨现前，哇，赞叹阿底峡。他跟阿底峡尊者说，我教你这个白财神法，让你具足大福报，去帮助别人。所以观音菩萨从他的眼泪啊心中就现出了白财神的形象，教阿底峡念这个咒。所以各位，我们要帮助别人，你要有福报啊，那念白财神可以消对方的贫穷病苦斗争啊。所以这个白财神在87页这个形象，左手拿一只鼠，那个就是黄金鼠，布施黄金啊。那各位，做一个菩萨到哪里要不要希望大家发财啊？这才叫菩萨。菩萨要给对方暂时的快乐，就像那些鱼要被杀了，我们先救他，让他暂时快乐，再为他念佛，让他能够脱离三途，将来希望他也成佛。所以一定要先给暂时的快乐，布施爱语，然后再给佛法啊。所以各位跟我念白财神咒86页，来，嗡，班扎卓达，阿拉雅，赞巴拉，悉达雅，哄呗。念这个咒要用左手点水，不能用右手了。大部分都是右手点水。那念白财神是用左手，那你点出去要观想黄金啊、药啊，布施在整个洛杉矶、美国啊，好不好？哎，那大家负责点水，我念咒。嗡呗嘛做达阿拉雅赞巴拉悉达雅，嗡呗嗡呗嘛做达阿拉雅赞巴拉悉达雅，嗡呗嗡呗嘛做达阿拉雅赞巴拉悉达雅，嗡呗。你有没有想到你家的工厂啊？公司家里啊，我们心性法师都还有一块地啊，那啥呀？要让那边发财啊！现在你住在美国，你有没有想到家乡啊？
你从广州来了，你从潮州来撒两下好不好啊，愿他们那边都好起来，所以我再念三遍，各位想好不好，然后水撒出去，他们就到达那边来。嗡贝玛卓达阿拉雅昌巴拉悉达雅哄贝，嗡贝玛卓达阿拉雅昌巴拉悉达雅哄贝，嗡贝玛卓达阿拉雅昌巴拉悉达雅哄贝。所以以后我还是建议各位买一个这种瓶子，念完以后吹口气走到哪里，像我都是我全世界都撒的所以等一下前面会有几罐发给各位有几瓶算几瓶，等一下各位去外面走一趟好不好啊，太慈悲了隔壁走一走，那边走一走，哇菩萨来了然后那一瓶水撒完再回来好不好，真的要去做呢，不要说不好意思啦，怕丢脸啦，你家老外问你干嘛哦，你发财啦you are lucky 好，所以这个白财神来祈愿，倒数第六行，你看他做这个可以做这个祈愿，白财神五尊勾招财富，要不要发财？念一下，有钱真好，有钱真好。对对对对，你做个阿罗汉不要钱，做个菩萨要钱，要钱干嘛？放生、盖老人院、盖孤儿院、盖大庙，好不好啊？下回来参加法会，一人一间套房。睡完午觉洗完澡再来，这样大家要不要来啊？那你要有福报啊，你才可以拿学佛啊，对不对？连老外都来了所以你要修福报，修福报，修福报要三力合合，自力你有悲心，他力白财神观音菩萨世界，法力是什么？水，你看简单吧，不用花半毛钱，各位每天都要布施水啊，所以可以勾招财富，所以念一下来，地之财运精华业果熟，处之财运并除纷争执，人之财运福寿富足缘，广大圆满吉祥愿成就。回向此情精进之善根，凡托事业皆成就，消除恶障成恶力，祈愿信觉获菩提。所以念白财神头可以土地发财，地方发财，不会生病，不会吵架，人发财，所以白财神很重要。那另外还有一个咒也很重要，叫孔雀明王咒，要用水，因为呢没下雨一定要念孔雀明王咒乃至中毒啊什么都要念孔雀明王咒。请各位翻到154页，台湾有个建炉长老，他一辈子弘扬孔雀法门呢，然后这个孔雀法门呢他就中毒的，被毒蛇咬到，念这个咒就可以消毒，身上有医不好的病，念这个咒观想孔雀明王把你的毒，孔雀是以毒做食物知道吧，越毒越喜欢，所以就把对方身上的毒痛苦把它吸走了没下雨的地方也是念这个咒有大地震水灾的地方念这个咒，所以各位你好，一心祈请佛母大孔雀明王，大孔雀明王。好，请看155页这个心咒，这个咒以后背下来，嗡玛耶拉吉兰德萨波赫，嗡玛耶拉吉兰德萨波赫，嗡玛耶拉吉兰德萨波赫。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带咒语，各位如果有你要拿回去贴在手机，因为我们的现在智慧手机有辐射线你给它贴在上面就不容易对辐射线的影响而且这个手机出声音就等于在念孔雀明王咒一样，可以利益别人，所以我们现在念一下大家就要点水哦中毒的地方战争的地方现在韩国以前说有 MERS 中东还在战争又没下雨，各位等一下一念观想整个加州下甘露好不好多念几遍以后你会觉得开始有点雨了来，
Om Mayola Girande Sabha Om Mayola Girande Sabha Om Mayola Girande Sabha 请翻到开咽喉咒第十六页。这个恶鬼道很可怜了，太阳一出现了，他们全身就像那个吸血鬼烧的太阳，马上烧啊，冒烟，很痛苦，所以他们躲在阴凉。所以佛经说，这些鬼到了傍晚就会跑出来求吃东西啊。所以我法云禅师每天傍晚都会放蒙山，了解吗？放蒙山超度啊，我们放蒙山几点啊？四点。所以以后各位在家里你不会念没关系，四点一到你就准备一支香水米，然后我们新训法师负责在这边念啊，你负责在那边撒，好不好啊？因为真的有人念啊，又没骗你，真实如此。佛教里面是个信心啊。哦，法云禅师四点在放蒙山了哦，我就把水米拿出来点一支香，然后就观想哦，骗一切处，好不好啊？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师父负责念，你们负责布施，好不好啊？一七颗米，一点点水，你点一个烟供香啊，不得了啦，好不好啊？大家连线作业啊，这样功德才会大。那这个开咽喉咒很重要，是佛经说的，太阳越大，你一定要往那太阳点水，因为那个水晶光一晒在那恶鬼道的身体，他们就烧。然后那些恶鬼道一肚子一饥渴，然后就吐火，所以叫放咽口，就要救他们了。然后他们到河边，有些喝得到水，白天喝得少，到了晚上所有的水变硫酸，他就痛到天亮，很可怜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做鬼。为什么做鬼？过去没有布施啊，嫉妒啊，就很容易做这些孤魂野鬼。而且他们的寿命是170万年都在被火烧，所以大家慈悲，为他们念这个开咽喉咒，然后各位要点水，好不好啊？念一次来 ，Om， 波波地里，切多里，蛋挞也对，好，点一下水 ，Om 啊 Om， 好，那我现在要念三遍，那各位麻烦朝后面点水，好不好？这边是佛，没问题了，是外面了，外面有太阳了，他们在被晒了。然后呢，赶快给他嘴巴打开，他就可以吃东西。各位等一下还要给他饼干呢。来 ，Om Bobo Didi Chedoli Danta Yedoye Om Bobo Didi Chedoli Danta Yedoye Om Bobo Didi Chedoli Danta Yedoye 哎呀，大家慈悲，佛经怎么说呢？你在点水，所有的鬼都跪下来，嘴巴打开。所有的水晶光那个凉就冲入他的嘴巴，然后他全身舒畅啊，啊，跪着感谢你，把你当作永恒的父母。所以经典说，喜欢施食帮助鬼道的人，鬼永远不会欺负你，他永远把你当作佛一样来尊敬。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所以各位经常念这个咒，点水有十个功德，念一下功德，念一下开咽喉咒。来，一，毒药不能中。二，毒蛇不敢蜇。三，刀杖不能害。四，王冠不敢称。五，众人皆爱敬。六，天龙常随护。七，衣食悉丰足。八，颜貌端正。九，永离毛素味。十，不受三途身。啊，功德太大了，不会中毒，不会被咔被杀。做官的看到你客气，外表好看，发财，衣食无缺，这辈子不会被刀砍，不会流血，不会被火烧掉，要不受三途的身体，下辈子也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啊，重不重要？重要啊。嗡波波地地切多里当当对，你要是不会念，就每一位法师都会背啊，倒背如流啊。只是各位把它做好了，像我每天都念很多啊，在车上、飞机上，到一开飞机我就开始了啊。撒黄金布施，这个比撒美金还重要哎。啊，所以各位，因为那个孤魂野鬼的数目没办法衡量啊，太可怜了。那些每天被烧、被烤的那些龙虾鱼，太可怜了。各位走到哪里布施一下，好不好啊？慈悲，还有一个咒跟水也有关系的。十九页，甘露水真言。这个甘露水真言也叫妙色身、妙色陀罗尼。
鬼的外表很丑，像火炭一样被烧，因为他们没有水喝嘛。那如果你布施这个水，喝一滴，他身上就恢复很庄严，而且呢可以升天啊，所以叫妙色身，就是甘露水真言。来，大家念一遍来。那么娑罗波耶但他耶多耶但知他唵娑罗娑罗波赖娑罗波赖娑罗萨婆诃。好，大家念再念两遍啊，朝后面点水，包括排位哦。观想第一恶鬼城充满甘露水，来。那么娑罗波耶但他耶多耶但知他唵娑罗娑罗波赖娑罗波赖娑罗萨婆诃。那么娑罗波耶但他耶多耶但知他唵娑罗娑罗波赖娑罗波赖娑罗萨婆诃。一般我们会点六滴啊，为什么点六滴？给天道，给阿修罗道，给人道，给地狱道，给畜生道，给鬼道，这样很慈悲啊，充满甘露啊。所以来，各位刚刚念了这么多咒，麻烦你吹一口气，念嗡阿吽，把刚刚的功德力融入在你这个水里面来。嗡阿吽啊，以后你就会了。以后你每天在家里念大悲咒、药师咒、心经、地藏经。哦，参加法会回去看到水啊，就给它吹一下，然后让那个水充满功德，好不好啊？你家里人在吃的米啊，一些蔬菜啊，都加持。我们这个嘴巴功德大不大？利益无量无边。因为有些人你跟他听佛法，他不听了，所以这个学咒语是一个方便，透过水，透过声音，透过这一股气，就可以加持他那个地方啊，加持很多。所以各位，以后你去餐厅，他们都吃肉了、杀生，你一进去，嗡啊吽啊，把它给先超度。特别跟你去超级市场，你去买素的，人家那边卖猪肉、鸡肉，我都走过去，他们师傅，你干嘛走那边？你要买啊？不是，这样。所以我身上带了很多咒语啊，嘴巴也念啊，要不要超度他？你不超度他犯戒，受菩萨戒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不舍众生。你不能不理他，了解吗？你不能舍弃他，说我不想跟你结缘，不行的哦。你一定要有悲心，不离开叫不舍众生，这是受菩萨戒的重点。第二个，来观法皆空。那虽然你不舍众生，但是你还要思维空性啊，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都是幻化的。念一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各位，虽然你做很多善事，但是你要观，它只是幻化的、假的、暂时的，好不好啊？爱情是真的还假的 ？Right， 那知道就好，跟你女儿讲清楚。这个世界没有一样真的啦，结果你把它当作真的，苦就来了。开悟就是知道这个世间都是无常无我的。来念一下，无常故苦，无我故空。无常就是你没办法，你没办法要求它不要变，所以它就苦，了解吗？身体会老，关系会改变。无我故空，无我就是你没办法主宰它，对不对？它是因为因缘所生法都是跟着在改变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叫空，了解吗？空不是没有，空是它是在变化的状态。这样了解，水在变化，灯在变化，花在变化，什么关系都在变化，而且里面都是虚妄的，只是一个暂时组合的现象，这样而已。所以各位呢，修菩萨道要记住这两个，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不舍众生，就是要大悲心。不舍众生，大悲心，观万法毕竟空，是智慧。这两个一直修行，到最后就成佛了。这一点永远要记住。要记住，所以痛苦来了，痛苦来了，真的还假的？假的，你不要认为我在痛苦，我在痛苦，我钱被倒了，我房子被烧的，那个像看电影一样，这样一样，是不是看电影啊？家里的电视电影现出来，里面是真的还假的？记住，记住，记住啊！你老公是真的还假的？啊，对啦，你要天天讲一遍啊，现在讲没用啊。
天天讲老师法师说念佛一万声，你要讲假的念一万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看到老公跟别人讲阿弥陀佛，那这个，那你念佛念假的，那你干脆还念老公假的，老公假的，爱情假的，爱情假的，念这个还比较有用。所以你念佛信仰没有智慧，那这个信仰就多余了。念佛要有厌离心，对不对？这个世界好还是极乐世界好？这个世界是一点都不好，没有好，所以就要念一下世间极苦，西方极乐，对不对？对啦，所以你移错地方了。但是好在宜来这边还有法云禅师，没有浪费，对不对？好在你碰到佛法啊、所以他们老早就叫我宜来，我说宜来这边干嘛？这边哪有佛法？有佛法的地方才移过去啊，乃至能够慈悲的才去移啊。那现在我师父叫我上山，现在叫我下山，所以我要出来流浪，对不对？哪里没佛法要去帮忙啊？昏木区啊，屠宰场啊，对不对？啊，监狱啊，医院啊，就去帮忙，因为你懂了，你要慈悲嘛，不舍众生。那虽然你做很多事情假的，不执着，今天叫我做住持，明天把我干掉 ，OK， 好不好？今天你做老婆，你才发觉啊，你老公之前还娶了一个老婆，原来你是小三，好不好 ？OK， 可以念佛就好了。所以你现在不要要求什么，老公，你只要让我念佛，其他随便你；你只要让我吃素，其他随便你，我不管你，好不好啊？结果他会爱你爱的要死，因为为什么？哇，你这么好啊！以前他怕你是因为你抓人家抓太紧了。现在他爱你是你不理他了，男人就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啊！所以现在很多女生来找师父，我很烦呢。我老公现在每天缠我啊，我说因为你学佛了嘛，对不对？你身上有功德力嘛，他看你就美哦，然后再来你要出家很困难哦，他不让你出家哦。所以各位，学佛可以改变世界的。以前幽天王他的太太说八关斋戒，结果幽天王娶了一个小老婆，小老婆嫉妒这个皇后，然后皇后每次都不来参加，因为他守八关斋戒。结果这个王妃啊，就跟幽天王说：“你老婆有外遇啊，你看他房间挖一个洞啊，因为他不能出去拜佛啊，佛陀只要经过，幽天皇后就跪在那边拜啊，跪在那边拜。”然后请他的下女去受八关斋戒，回来传给他。他在皇宫里面受八关斋戒，因为幽天王很嫉妒心，不让这个皇后出门的。但是那个王妃呢就很嫉妒，然后就跟幽天王讲坏话：你看你老婆爱上别的男人，他不理你了，你连办一个大宴会他都不出来。国王说不会吧，我办他会出来。结果隔天是十五啊，刚好八关斋啊，他知道皇后绝对不会来参加宴会的，他就怂恿。幽天王办法会，办那个大的聚会，所有的其他国家都来了，结果就皇后不出来，哇，幽天王气死了，我老婆真的有外遇的，这么重要都不出来，结果就派人家去内宫把他抓出来，绑在柱子上，绑在那边，你这个人背叛我，我要当着大家面前射死你，就拿箭就射幽天皇后，一射箭就弹回来，一射箭就弹回来，他吓坏了。哇，结果他看他老婆今天又特别美，然后箭怎么又弹回来，哇，你修这么好啊。因为幽天皇后是受八关斋戒啊，特别庄严。所以受八关斋戒，你看连箭都射不了他。各位慈悲，刀杖不能砍，毒不能中，毒蛇不敢咬，真是如此。所以有这个功德力。好，所以念一下19页下面。如果你经常念甘露水真言，这样不施水。太简单了，得到16种功德。来念一下这16种。一，长寿命长远。二，颜色舒美。三，气力充盛。四，心常欢乐。五，辩才无滞。六，恒无讥笑。七，口中相结。八，人皆敬仰。九，天神侍卫。十，披奢遮轨，现行供给。十一，身无疾患。十二，威德如王。十三，恶人恶鬼间接生喜。
十四得千人王福，十五梦见诸菩萨罗汉，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啊。所以刚入水之前也麻烦各位背，久了你就背下来，不是一点水可以利益众生让他升天，你也得到这十六种功德，再把十六种功德布施给别人啊。啊，外表好看，记忆力好，恶人恶鬼看到你都怕你，欢喜你，而且不容易生病等等。好，那现在各位手上有没有一块饼干啊？啊，这个饼干要念这个咒，十八页，辨识咒。我们要把这个饼干化为甘露。各位等一下出去外面就投到那个炉，它有一点火，有一点热了，一放下去就会香，好不好？布施这个味道，念一下，来，把饼干拿在左手，啊，要念辨识咒，念一次，那么，哦，沙瓦，沙瓦，坦坦耶多，坦坦耶多，瓦罗之地，瓦罗之地，嗡。三不来，三不来，三不来，轰！念下来，要念这个咒语叫增广加持，它会一变成无量无边，而且他们就吃得到、吸得到、碰得到。来，那么三瓦丹那耶多瓦罗之地，轰！三不来，三不来，轰！那么三瓦丹那耶多瓦罗之地，轰！三不来，三不来，轰！那么萨瓦丹那耶多瓦罗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吽。然后呢，念这个咒，接受我们布施的有什么利益呢？在十九页念一下功德。一，受者的利益有三：一，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二，恶鬼升天；三，婆罗门仙诸根具足，圆满吉祥啊。恶鬼升天呢，而且这些山神啊、土地神啊，各个圆满吉祥，满你的愿啊。布施者，我们布施者人得到这十种利益。来，施者的利益有十：一，具足无量功德；二，寿命延长；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四，颜色仙洁；五，强记；六，夜叉罗刹鬼等皆位；七，心得清净；八，正梵天威德；九，于诸怨敌常得胜；十，三宝意念诸天有护。可见经常施食并念诵辨识真言，对受施者与施食者皆能获得大利益。好，所以早上也有包给各位一包米，各位这包米啊，走到哪里就撒一下，好不好？七颗七颗，遍满甘露，那他们吃就解脱啊，鸟吃到也解脱，孤魂野鬼真是遍满甘露。然后呢，这个孤魂野鬼超度了，冤亲债主得福报了，人类就快了。这个缘起法帮助他就是帮助自己，你去放生也帮助自己啊。所以呢，帮助这些可怜，越可怜的功德越大。所以佛陀说了，你拿一块馒头啊，热包子要来供养佛陀，结果看到一只流浪狗可怜，先给他吃，哎呀，自己觉得亏不起佛陀。佛陀说错了，慈悲的功德就是供养所有佛的功德啊。所以你拿包子供养佛，只有一个佛的功德，你拿这个包子给那些可怜的动物吃，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所以叫具足无量功德啊，成就供养无量如来，特别是这些孤魂野鬼啊。所以晚上每天出家人都会放蒙山，四五点放蒙山，就是给把地狱打开啊，招请孤魂来啊，众生来啊，然后施食给他啊。那各位也可以学，当然很多人说那在家人可以做嘛，佛经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皆应做，不施食者非我弟子啊。那各位特别你来美国就知道，哪有出家人少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家菩萨特别发菩提心的就应该学施食，来这小孩子做更好。好，来这边的菩萨先出去外面啊，等他们进来再换这边出去。那一杯水拿的然后走一走，然后把那个饼干放在炉里面，好不好？哦，众生欢喜啊，众生离苦啊。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洪友医师眼家贤。卡斯你甲 COVID-19 确诊的个案，曾经有密切的接触，且心留踮咧厝内自我隔离，等候卫生单位的通知。除非有需要，马上去看医生。若无，请莫离开住所。伫厝内底，请单独一人一房。避免甲大组伙的人接触，甲公家用洗身躯巾。请挂好嘴罩，甲注意手部的卫生。嘛，使用有透布过的漂白水甲酒精来清洁会定去接触的物件。设施你不是需要店处隔离的密切接触者，请爱自我健康监测14天。若出现以下症状，请联络119，卫生局也是1922。照指示去看医生也是体检，绝对袂使坐大众运输工具。嘛爱主动说明你可能的接触史，指挥中心关心你。佛言：若人于父母所作少供养，祸福无量；少作不顺，罪亦无量。一，世间之重大地为先，悲母之恩，亦过于彼。若有男女被恩不顺，令其父母生怨念心，母发恶言，子即随堕，或在地狱恶鬼畜生，世间之疾莫过猛风，怨念之真复宿于彼。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